旋律，音乐一出来就登上22个国家 iTunes 专辑榜第一名。她是妈妈木成员华莎，也是国际最高人气 K-pop 女星之一。今年将在台北担任跨年嘉宾，韩国大咖明星还有她。南韩人气嘻哈女歌手 Jessie 31号将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园登台演出，而这也是她演艺生涯中第一次唱海外跨年。跨年进入倒数，台北、台中抢人潮，请韩星，其他县市也有本土大咖。饶舌团体单飞不合体，台东今年也邀请顽童 MJ1163 位成员。姐姐是经验可谓3年再接跨年，今年独家留在高雄，各县市找明星比人气更要增高收视率。看看全台各县市跨年卡司，台北还有韦礼安、徐佳莹，台中还有周汤豪、卢广仲、谢金燕，高雄唱好唱满。至于台东花莲，分别为瘦子、毕书尽登场开唱。从北到南各县市大牌表演嘉宾31号轮番上阵。金新闻邱燕妮、蔡崇满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